你看两边做的做法是差不多的吗？差不多，其实。啊，我们做差不多啊。差不多。真的啊？对。原来我们做差不多。对，我们的流程没有什么不一样啊。几乎都差不多。啊？真的？几乎都差不多。哎呦，那难评了。那我们学的都一样的。对啊。我们的理解是差不多。表示我们对这个面的理解是差不多的。对。我的意思不要误会，我说你们两个做的差不多，跟我不一样。我知道。我。干嘛分你我呢？你觉得我会不了解这个吗？哇哦。到目前为止步骤都是对的，都差不多。好，盐巴一定要放。好。你说你不会先煎鸡皮呀？我这次不用鸡皮。为什么？咖喱本身里面的油脂什么都已经够了，你再放了鸡皮下去，负担会太大。啊。对。啊。你要冷静。有喷到吗？不好意思。为什么要丢水锅？这样速度比较快。你不是要煎它吗？没有，我先今天用水煮的感觉做出哈。对。这是新做法哦。他会不会是刻意要跟我们不一样？我觉得是。有吃过印度咖喱吧？有吃过。印度咖喱菠菜是不是都烂烂糊糊的？对啊。对，所以我们要把它弄得烂烂糊糊。啊？烂烂糊糊的。菠菜也要烂烂糊糊的。哇，你一切都用水煮哎。这个做法没看过哎。切这么薄，让它比较快，比较容易出味。对对对，而且我要这个洋葱也要煮得很软烂。放进来。哇，先炒洋葱。帮忙放一点橄榄油进来。然后奶油快进来，让它慢慢熬。那这个。咖喱的这个粘稠度已经可以让，即使你鸡煮的稍微老一点，它还是很滑嫩，是吧？对，因为它粘稠度够。切片，切片，没有，不是切角。这个鸡的味道进入面内。哎，这有意思哦。而且它这样鸡汤煮意大利面，这是特别的。煮熟切就很好切。把它切细一点，待会入口的话，它也比较好。入味，意大利面的话，建议其实尽量不要切丁啦，因为你的面卷上来的时候不好卷，因为面一切真的难怪。有道理。好，继续把鸡肉放进来。先炒鸡肉。刚才鸡在里面煮了大概也有五分钟左右，其实也只有四分熟哎。对。哦，好耐煮哦。我还要再下，我还要再下。要这么多菠菜。那一般我们在煮面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会有很多锅子丢在餐厅里面，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糗的情况出现。也不会很糗，还好啊。还要再切它哦。烂烂的，就把它弄这么糊烂了。好奇妙。因为其实菠菜跟咖喱的味道非常非常搭。菠菜跟咖喱啊。对。搭的原因是因为你这个菠菜吃起来特别舒服。特别润滑，对，菠菜是会香香，会有点涩涩的嘛。对，菠菜咖喱，含铁值很高嘛。哎，那做成这样子，好特别。那如果把它打成泥呢？可以，没有问题。可是建议还是要有一些纤维啦，吃起来的时候还是比较好吃。而且这个时候在炒的时候，菠菜自己也进来了。好，需要面汁，汤匙。这个的没关系哦，有看分面。好，这时候开始来煨咖喱。煨咖喱。对，咖喱的酱汁都煨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再来放面。面在这里扮演的角色，进来的时机是不是热拌的感觉？哦，没有，还是需要稍微要煨的，稍微煨一下下。那现在是要确定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它的洋葱一定要软，甜度才会出来。嗯。菠菜一定要软。嗯，对。这做法很奇妙。看你做过这么多次意大利面，每一次都不一样，我发现。其实意大利面有很多做法，你不用太在乎说你怎么去呈现，可是就是唯一最后你希望客人吃到的味道口感是怎么样。嗯。那当然，我相信在这道菜在意大利一定是没有，可在日本是会有的。日本意大利没有用咖喱来煮过意大利？有啊有啊有啊有。也有，是不一样的感觉。哦，你说在意大利吗？对啊。它比较偏撒一点意大利粉就好了。撒咖喱粉。两块，我跟我们一样，我们也放两块。对。
刚刚好。我们全放的。我们全放，我们正宗。正宗。正宗。咖喱味浓嘛，所以正宗咖喱啊，对不对？对不起，刷失手。你让你的队友都不知道该如何说了，他有点难过。那稍微你知道吧？嗯，这道已经很棒了。应该要放面。那我们现在把面。好大一锅。嗯，这个酱汁其实你不见得全部都要用啊，没有关系。那到吃起来的时候，每一口都会有咖喱。这样看一下，圣杰你就会做了，对不对？往后。嗯。知道那个顺序难在这一步，其实意大利面都是只有难在那个部分，其他的意大利面只有这个部分稍微难一点，那至于其他都差不多，没有关系，很简单。没有啊，就白酱、青酱、红酱就有些差异就很大，所以就是酱的部分在差。对，酱的地方要怎么样让它入味，这个真的很难。等你搞懂了白酱怎么做，红酱又是另外一回事哦。红酱搞懂了，青酱又有一些注意的技巧。对啊，你看，最简单你最好学就生味蛤蜊了。酸味蛤蜊白酒意大利面加的，知道吗？这就很简单。那现在就等它稍微收汁就可以。这个是什么呢？这雪菜肉丝面的。雪菜肉丝面。人家雪菜肉丝面是这么整啊？哎，这还蛮好笑的。它这么多胡椒啊？咖喱味道重，你多加点胡椒。你会放鲜奶油吗？我会放，可是不是这个时候放。最后的时候，对，起锅前。如果你喜欢吃 cheese 的，你也可以放 cheese 进来。嗯，哇，真的好奇妙哦。OK， 这完全不一样，颜色分布的很好。就是把菠菜切得很细碎，就会这样。因为菠菜细碎，你才可以把吃到每一口都是菠菜。而且你吃，如果你真的很常去吃印度咖喱的话，你点一个那个 Spanish Curry， 它就是这样子，那你可以沾着吃，甚至它味都还重。我们在外头如果有意大利面专卖店，我们说点个咖喱鸡肉意大利面，他会这样做吗？嗯 ，depends。其实我讲过，意大利面其实每一个呈现方法都不一样。哇，完全不一样。我们做出来就像台湾炒面，那边跟这边看起来怎么感觉差很多？雪菜肉丝羹面，对，没有那么严重，对，真的很好吃。牛奶，这真有奶啊？鲜奶油，最后需要一点，因为还是希望有点滑口，而且咖喱跟奶的味道也很搭。对，我没有加，我没有加。哎呦，哇，这样就美多了。不会说看起来整个都黑黑的吗？刚刚你说的雪菜肉丝羹面就不是羹面了。是不是？好，就这样完成了。完成了。更多完整版精彩内容，请上我爱型男主厨 YouTube 频道。